了人生的苦与乐，人生的苦与乐。走不坎坷的路，穿过奔腾的河，走不坎坷的路，穿过奔腾的河，听唱爱与恨，你们是谁？电脑老弟，电脑老弟，节约时间，赶快做他们的俘虏，听见了吗？咱们不能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哎，我就是为了那只小货箱。嗯，这小子倒吃得下睡得着。大哥，难道你指望他们能招供？二弟，这回听你的，把他们统统杀掉。对，统统杀！哎呦！车技真高啊！二哥，你还不知道啊，我和你那个卷毛兄弟拜过把子，弟兄们都说我俩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。
闭上你的嘴，我要是卷毛，宁可光屁股也不和猪穿一条裤子。闭嘴，明天老子用火箭筒毙了你。二哥，二哥，快停下！快快快，快点去！蠢材，刚才如果减速，不但隧道门不会打开，还会落下深渊。对对对，二哥打得非常及时，非常及时啊！你这混蛋！啊，猴子没了，猴子没有了。嗯，啊？咦，怎么回事？24小时到了，电脑猴已经变成气体了。那我们再也收不到有关的信息了。就是啊。但是我们已经弄清了水下监狱的入口处。立即行动。是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准备好进洞。是。你的头脑能像你的胃口这么灵就好了。二哥，现在我的胃口还不算是最好的。听着，立即处决车队那些家伙。为什么？侯警官神秘的失踪，他神通如此广大，一定会来劫狱的。二哥，你真是智勇双全啊。
什么？哎，猴子冲进隧道了，他的武器太厉害，铁甲车都变成石头了。快快，立即实行枪决！怎么顶不住了？小姐，我荣幸地通知你，一分钟之后，一颗子弹将从这儿穿进。各就各位。是。是。枪上膛，瞄准目标。预备。狼被一架直升机接走了，要不要追？不，我们立即去停车场夺回物资，出发。前面就是他们的秘密基地，物资和卡车都在四号仓库里。我带领大家去夺回物资，你用火箭彻底摧毁他们的老巢米什卡酒吧，彻底消灭这批匪徒。是，战斗结束以后，我们还在松树林汇合。再见。快点快点快点，老大命令十二点出发，开往零号基地。瞧，你们看，这是老大的赏钱。赏钱啊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弟兄们快打，打打you
师哥，师哥，匪徒们把自己的老巢给炸了，看样子是主动转移。听到了，请回答。继续跟踪追击。是。毛兄，把这酒吧给炸了，真是可惜了大啊！炸了也比被他们搬走好。你想想那个猴子的武器，我就头皮发麻。北兄，我也是心有余悸呀。防空警报！哼，哪儿跑？开得慢点儿。明白。西西，当心呐。哎。小家伙说的对，这只藿香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保卫它的啊！是啊，是啊。老伙计，你辛苦了。没什么。老兄弟呀，你好啊。师哥辛苦了。可爱的妮妮，你受苦了。侯警官，我们记住这次教训。朋友们，准备出发。多美呀！嗨，欧警官，你还等什么呀？快上吧！